用户总成，世界环境日特别策划，美丽中国，我的家。蓝天白云承载着我们儿时的记忆，绿水青山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，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、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美丽家园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行动者。在第四十八届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世界环境电视总台推出世界环境日策划《美丽中国，我的家》。今天聚焦习总书记视察时提出要突出中原城市特点，四川景清，蜀道今朝绿意浓。采制央广记者周一帆。清晨八点起，走进了公园里，美景尽收眼底，放松心灵和身体，放松心灵和身体。这风景将有16,730公里，整座城市像是被绿色海浪给冲洗，置身大自然放松。这是。邀请人们去看羊角。成都管委会规划建设国土局重大项目和公建配套。